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来玩一下西冷大战啊，都是用西冷跟他单挑，跟这个六道傲天，他现在也是用的西冷。戦闘开始。飞到西冷去。全部。这太酷了。必要性の術。你就飞了啊！时间到了，怎么现在血被他打了一大半啊？勝負あり！戦闘開始！哎呀，操！爆开！你刚好霸体过了。给他一个李洛克机会，这么惨。一脚被踹了。算法，技术不是他对手。戦闘開始。起来！我操，太猛了！怎么说也不能让你血后灭了，对吧？一灭二就够了，一灭三就算了啊！你要烂我一点呢？戦闘開始！小手小脚的，到来！我卡了。来开道，直线。卡了一下下啊。哎呀，卡！哎，动不动就卡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我们都是输啊，要找个借口对吧？弹射过去，这是被卡输的啊。要有一个借口给自己找点台阶下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也换个阵容啊。只是这个阴冷战队不行，我也用李洛克，对吧？李洛克天天，等一下啊，还没调好。これはどう？やれやれ。用这个，他用电啊，等下我再调整一下。算了，我想也把秘剑改成大体。最后一个带的是游女正来，七八零年也挺久没用了，反正近战是没什么用了，等一下再回应一下。两个都带霸体啊！哎，这管家了。刚刚用了光身啊，不好。哎呦，糟糕。
蹭到一个顶啊，要不蹭到顶我就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没有打死了，最后两下要打了，然后最后两下没被他打到，可能还是我没有血，但是就那一两下给他打没了。戦闘開始。不是浑身啊！哇靠，刀这么贵气啊！刀刀！哎呀，这么快就把我夹住了！那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给他一串啊，给体力也差不多了，我就跟天天没血了，最后一下下戦闘开始，找准机会吧，然后给他砸到拖起来，好，哎呀，最后一下我想开大招了，错过了一次最好机会啊，这下没机会了，你们都卡，戦闘開始，結界封刃，这么暴力，这么能打，我操，无限连啊，我操，哥，基本就七个你都是他对的，勝負あり，太难打。我们再换个阵容吧，这个伊鲁卡要换啊，西冷我也带个春雨，挺久没录完的了啊。这边的话，我也一个。一つ一つは小さな虫でしかない。しかし、それが集まれば話は別だ。这个密卷的话，算了算了，就用这个霸体吧。看他类似的阵容，看一下能不能虐得过他。西冷也就这些有了。基本该有的，基本好像就差一个木叶王军团。戦闘開始。你打到我。带了个这个密件啊，糟糕了，这都没戳到他，时间到了，还好我大招没浪费，因为浪费的话血又没多少，连分身都没有了，感觉新人里面录完还是蛮不错的，
这一把总算应该有希望赢了，就算青蛙就算一个有你就奶了，能不能挽回败局就靠这一个啊？哎哎，哎，八成是吧？他真的打到他人了，搞什么飞机啊？ 这个东西很讨厌啊！把我吓得。戦闘開始。嗯，比他好像还没打过啊。 打不到他啊！靠！又被喷死了！什么鬼？这么猛！ 战斗开始！看我哪里跑了！终于有你进来了，现在血量他比我少。开始。 自己过来就死了，不关我的事哈。然后敌方站了有你进来，就是更猛一点，总算是赢了一局啊。拿下一局啊不容易啊，再赢这个阵容，看来他会换什么阵容啊？我觉得他应该肯定会换阵容啊。这谁？血色是谁？我们今天总共玩了7轮比赛，这肯定都不一样啊。 我先跟他比一把看一下吧，看效果如何。用我的C轮能不能对打过对方？不行，D轮了。戦闘开始。 弹起来了，果然不行。技术还是没到那么溜的程度啊，拿着这些小忍者去欺负别人。 打他！怎么这么快？哦，我要被全军覆灭了！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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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努
现在连A系人就让人连人家一个B人都打不过，以前剧情啊，好像刚开始玩的时候一直就这么几个忍者是吧？一直玩跟别人玩的还是不错啊。最近怎么感觉这C人都打不起来了？哎，那个谁不邀请了吗？六道什么的啊？等他打个C人对战啊，我B人打不过了。 我们来进去看一下吧。哎，打不过你还邀请我？算，找不到那个人啊。这怎么着啊？靠运气了。我看那大神还是运这个都很厉害。 我操！我洗的真干净。没勾到他，我操！ 你们录完都用不好，以前就像A录啊，还用不好不错啊。这个，勝負あり。尽管了B人在用C人啊，反正这个是，以前这个孙颖也是很溜啊。没有。这种话好吧，这霸体不行啊，以前也没霸体。 看一下，那个范围，谢谢啊！哇，这么快开大招！这么快有分身啊！ 这个应该不会一枪杀吧？就这么点血，先头开心。好，那我就真没换出来。嗯，不好意思。我操！ 这个还是被一枪杀了，中毒了啊！中毒而亡，中毒而亡。这个。
戦闘開始。 其实应该踢的应该不太习惯了，以前最早玩的时候就没霸体，就踢的很奇怪，这个还是踢的比较多吧，勝負あり。 戦闘開始。 勝負あり。<咳>看那个什么忍者大赛里面他们那些大神，这个新人都是很溜的啊。我来。 顶死！在我中毒的老大老子之下，还一直跟我硬扛。戦闘開始！还是开个霸体吧。哎，开始卡了啊！然后这个时候卡两下，卡两下。勝負あり！戦闘開始！好的。我靠！他把我的招给破了。 又电我，给他一电就没了啊！啊！機械。 打不到他，这怎么打？这个玩意要带电，不能带霸体，带霸体不适合这个，这个，哎呀，不是，这个领域现在更适合天差，但是我没有天差，打这么久啊，天差都拿不到，这怎么坑啊？ 我雨正男，不要了，换一个。西人里面还有谁？换这个吧。等一下啊，我们先确定一下。还没确定。
个 P 跟那个网络看看那个有另外一个对吧？等待一下，看那个谁，看看啊，我们就打一把，打一把就这么结束了。啊，我秘境还没画，秘境应该在闪电，西冷一闪电还挺好用的。戦闘開始，适合这个路玩啊。又这样的错过，这把不行。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哎呀，孩子被我刷死了！勝負あり！戦闘開始！小心，再小心！我来了，库鲁！居然吃了他的大招，这霸道将跑不掉了。勝負あり！戦闘開始！聪明，聪明还是这个大霸体质。怎么给大家跑掉了、啊？这样子大招怎么让他撞跑掉呢？哎呀，又被跳死了啊！勝負あり。这样的可以多争取一点，就最后一时刻多争取一点血量。戦闘開始！哎呀，糟糕！打到了。打到！勝負あり！控好，控好！戦闘開始！我操！太狠了，直接开大！你们二技能，没跟二技能跟上啊！我跑出来了吗？血量不够，不过还能站着啊！勝負あり！那今天就打到这儿啊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点击订阅，点击关注。